各位朋友，各位伙伴，欢迎大家来到安利超 A 盛典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健康建未来，有健康才能去建设未来。大家怎么看待健康这个词呢？我先来分享一个故事。有两条小鱼在一起游泳，迎面游来一条大鱼，大鱼很友好地打了个招呼：早上好，孩子们，在水里的感觉怎么样？一条小鱼立刻回答：很好，谢谢你。游了一会儿，另一条小鱼忍不住问：水是什么啊？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就像很多人对于健康的态度。健康我们谁也离不开，却往往在有所失去时才感受到它的可贵。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权威定义是，不仅在身体方面没有疾病或虚弱，而且要有完整的生理、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。按照这个定义呢，中国的健康人群只占总人口的15%，有70%的人处在亚健康状态，还有15%的人处在疾病的状态中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属于哪一类，但我相信你一定都想成为那健康的15%。真正的全面的健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朋友的故事。先说这一位，他叫黄海伟，是一个喜欢和时间赛跑的人，坚持关注营养和健康，充满热情地去面对每一天。他爱音乐，爱摄影，走到哪里都自带流量。有时候啊，和相差30岁的女儿一起登台，大家都以为是兄妹俩呢。再看这一位中庸姿小姐姐，这是她5年前的照片，当时她刚刚生完孩子，她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， 希望能够成为女儿的骄傲。5年过去了，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，她坚持健身、护肤、创业。她觉得啊，如果你都不会爱自己，又怎么能够收获幸福呢？这是今天的她，年轻、活力、自信，是不是很多女生想要成为的样子？这一位是陈奶奶，今年啊已经86岁了啊。她觉得啊，年纪再大也不能躺平，晚年的幸福也要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她坚持每天走1万步，做一个体前屈也不在话下。很多年轻人都把她当作偶像。在安利，像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，他们年龄不同，城市不同，家庭状况也不同，但他们都从安利获得了健康的赋能，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大家一定想问，为什么是安利呢？因为我们提供给所有人的是一套整体的健康解决方案，概括起来就是3个正确：正确的认知、正确的产品、正确的行动。这3个正确让健康不再是梦想，而成为我们的水和空气，相伴终身。正确的认知是一切的基础，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，其实我们也很难收获认知以外的健康。我看到很多人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，或者身体亮起红灯的时候，才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属于被动健康，甚至是被迫健康。
而我们要的是主动健康。主动健康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，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这也是我们希望帮助你建立的正确认知。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，而安利也一直把帮助国人提高健康素养作为己任。我们正在把常年积累的国内外的研究资源、专家资源和全方位的课程提供给大家。在安利的健康科普平台上，有上万条短文、视频和几十门系统的健康课程，有近50万人通过线上学习的方式，累计学习超过了800万课时。如果你还希望更进一步，我们还有和中国营养学会合作开展的营养健康顾问认证课程。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，我相信每走一步，你都离主动健康更近了一步，你都把健康的主动权更多的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当你有了正确的认知，你一定会去寻找营养健康的解决方案，寻找适合自己的正确的产品。纽崔莱常年稳居全球维生素与矿物质产品销量第一，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共同选择。在这背后是一份超越时间的情怀和坚持，它源自于纽崔莱创始人卡尔洪邦先生87年前的心愿，用植物的力量为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，达至优质健康。为了这个心愿，我们一直秉承自然纯净、严格管控、卓越品质的理念，把一切做到极致。在外人看起来，甚至是有些偏执、有些笨拙。就拿土壤来说，在农场，我们年复一年坚持用有机的方式来耕种，用绿肥来培植土壤，用生态的方式来管理虫害，拒绝使用化肥和合成农药。我们就像呵护自己的健康一样呵护土壤的健康，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健康的土壤才能孕育出健康的植物。为了保证产品功效，我们用临床试验这个金标准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。开展临床试验需要有专业的团队、充足的经费和较长的时间，整体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过去一年上市的每一款汉本萃产品都有多项的临床试验研究，试验结果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这样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期刊上。像安利这样以药物研发标准来开发保健食品的公司，在行业内都是凤毛麟角的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时间是产品的试金石。今天，在很多产品品类中，我们都是 C 位，都是顶流。比如说我们的蛋白粉，1998年在中国上市，到今天售出了超过2亿罐。每5个蛋白粉的消费者中，就有2个选择了纽崔莱。而纽崔莱的真正的优势，不仅在于单个的优质产品，更在于丰富多元的产品组合。因为人体是一个精密复杂的系统，单点的营养补充不足以推动健康状况的全面改善，只有多种营养素的均衡与协同，才能够帮我们夯实健康的根基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，
我们陆续打造了多个旗舰级的营养健康平台，有营养早餐、体重管理、健康逆龄、好水养生等等，不仅覆盖了当下最广谱最迫切的健康需求，也能够兼顾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健康问题。可以说87年来，纽崔莱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修路，让更多人走上一条更自然、更科学、更智慧的健康之路。认知到位了，产品到位了，还需要正确的行动。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人懂得很多道理，还是过不好这一生，有那么多人买了很多的保健品，却都成了家里的摆设，这其中缺少的就是行动。怎么才能够帮助大家做到知行合一呢？在安利，我们也找到了答案，这就是健康生活社群。它是一个强大的能量场，能够为你注入行动的能量。比如啊，你认识到健康知识的重要性，却总是学不下去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大健康读书俱乐部，大家一起读权威的营养书籍，每天打卡交流心得。比如你知道营养早餐很重要，但总是做不来，我们有营养早餐社群呀，有专业的营养师给你建议，还有营养大厨手把手地教你做健康餐。再比如你想减重塑形，但总是坚持那么几天就放弃，我们有运动社群，在里面有专业的教练盯着你锻炼，上传三餐照片，监督你的身体指标的变化，你是想偷个懒都不容易。这些社群贯穿了线上和线下，随时随地地陪伴你在主动健康的路上。有这样一个能量场，你一个人的修炼将变成一群人的成长。正确的认知，正确的产品，正确的行动，这就是安利提供的整体健康解决方案。在安利，你不仅是健康的受益者，而且有机会成为大健康的价值创造者和传递者。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20年的安利铁粉，今年69岁的李淑丽阿姨。她一直都很注重健康，爱好健身和广场舞，身体倍儿棒。在她身后这位是她的女儿周丽娜，看她现在的样子，你们可能很难想象，以前她体重一度达到150斤。李阿姨用安利的体重管理方案，帮女儿半年减重40斤。有了这样的体验，丽娜也把帮助更多人瘦下来、健康起来当成了自己的事业。不仅如此，家里的第三代也在李阿姨的鼓励下加入安利大健康事业，做直播、办舞团，让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成为健康事业的同行者。就这样，三代人的身体越来越好，事业越来越好，彼此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是不是挺让人羡慕的？在当地，有不少人都被他们吸引，加入到李阿姨的队伍中来。很多人呢，找李阿姨请教创业秘诀，她说，她和家人其实就是做好了一件事，把自己活好、活漂亮。这件事决定了别人想不想变得和你一样，想不想和你在一起。这就是安利大健康事业，简单直接，人人可为，只需要三步。第一步，管理好自己的健康；第二步，帮助你的家人和朋友变得更健康；第三步，帮助更多人成就健康事业。
它的美妙就在于让自己成为光源，用生命去影响生命。当你受益的时候，你会由衷的愿意和身边人分享，你的知识会在他们心中种下健康的种子，你的经验会启发他们更多健康的行动，你的陪伴会帮他们最终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慢慢你会发现，一个人连接另一个人，一个家庭连接另一个家庭，不经意间你点亮的就是整片星空。安利打造的健康生活，人人都需要。安利大健康事业，人人都可为。而安利大健康的终极目标，是让人人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全方位的幸福。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，全方位的幸福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朵幸福之花，除了健康的身体，还包括愉悦的情绪、良好的社会关系、有意义的生活、稳定的财务保障等等。大家看一看，这每一片花瓣是不是安利的伙伴们每天都在学习和实践的呢？在安利大健康的路上，有的人收获了健康、美丽和自信，更加从容积极地去生活；有的人实现了创业的梦想，获得了财务的保障；有的人一路传递健康，造福万家，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认可。当我们每个人都走上这条路，我们将汇聚成滚滚横流，成为健康中国的一部分，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未来。各位朋友，今天盛典的主题是健康见未来。未来的精彩取决于你今天的行动。如果你也愿意带着正确的认知、正确的产品、正确的行动走上这条健康之路，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健康，就请加入我们，共同点亮健康中国的版图。谢谢大家。